天使即将甜蜜上映，从天而降不速之客，你快从天上掉下来把我的日子给压坏了，就阴差阳错成了他的主人。是你？是你？他是你的主人？不会吧？麻烦女佣，操你娘呀！你闭嘴！凌晨四点钟吵醒我，最近要跟我借化妆品，给我滚！等等！挑剔老板，我这些衣服全部都是用手洗的，这什么三明治啊？你当我的女佣，最重要是要有自主性。You are out。可爱公主杨丞琳，蜜恋优雅王子吴尊，是什么让这个夏天阳光有点甜？以后我叫你，你就马上过来。没有用，人比主人还玩闹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只给你三次机会。如果你惹毛我三次的话，你以后就不用在这边上班了。干嘛过来？2011暑期最晶莹闪亮的爱情偶像剧《阳光天使》，金鹰独播剧场即将甜蜜上。